千玺说一句对妈妈撒娇的话。啊，给我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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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就是100块都不给我，我又不是抢劫的人。就那个视频，小红帽视频。100块都不给我，我是抢劫的人吗？打我还要叫人来，包骗来这么远，100块都不给我。其实每次机场接机那些粉丝就是姐姐粉的话，就是拿着手机对着你，哎呀，好帅啊，好帅啊，好帅啊！然后阿姨粉就是护着，走走，让我儿子走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就是看到自己在画面上就感觉很羞耻。我觉得我正常一点就好。就是以后喝酸奶不舔酸奶盖了。先给四叶草的粉丝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易烊千玺。能换一个新颖一点的吗？对。嗯，我是易烊千玺 TFBOYS。上周没接到我们的连线电话，是不是觉得这档节目惨遭停播，还是怎么样呢？不会觉得啊。你能多说几个字吗？不会觉得你们这档节目停播。这里，全都是属于粉和面之类的。为什么今天顶这么粉呢，千玺？那我们就写，对，涨粉说的。这个涨粉呢，外表晶莹剔透。真是美味呀、啊！是不是？你快点吃吧，别说话。大家呢可以看到，这边是非常多的水果。然后密密麻麻水管里面呢，种满了非常绿色的植物。对，还很节省空间，下水道里面种蔬菜。老爸，哎，爸，哎，千玺有想做一个很 man 的人吗？我本来就很 man， 我本来就很 man。真的假的？是这样的。锻炼主播心情。怂。点评一下，圆圆的怎么样？还是葱花很好吃。葱花很好吃啊。葱花不都一样吗？我们现在这道菜，你们不要为了做节目，你们不要讲卫生，就是好不好吃，单纯好不好吃。钢筋，是钢筋，是钢筋。真的，我在海上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。你说起来说什么血雨腥风？对对。我现在是网红人家。咋打？我这个牛的名字是叫没有名字。他们两个头上就是空白。空白。小红包啊，那些无聊的事都可以放一边了，这边都是小娃娃。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底下？香皂啊，要保护起来。